谈到开车呢，你们绝对想象不到，身为一个从小在计程车行长大的我，在这方面所受的压力有多大。哦，转内安内敢停的嘞？真济哦，真济吧，搁回转来淡薄啦。对我来说，学校成绩好不好没关系，但如果车开得不好，或是考驾照不能一次过关，那这辈子没人瞧得起你了。哦，平安的干掉，外国几抓呢啊？搁一届啦，搁一届啦。也难怪他们会用这么严厉的角度来看开车这件事，因为在车行里有太多几乎可以说是一辈子都以车为家的司机，你可以想见。他们对开车技巧的自我挑剔程度，别跟你骗啦，走一路较紧啦。热心的 Try 是一个随时都知道他四个轮胎在哪里的人。哎，就是这边。你就车方便了。齐亚有一次载客到台中，车子的变速箱坏了，没办法前进，只能倒退。固执的他坚持要找熟悉的车厂，竟然一路倒车开回台北。欢迎光临，先请问加什么油？油加满。谢谢，欢迎再来。阿东是被公认在开车时最忙的司机，已经有超过两打以上的客人指定再也不要搭他的车。哎呀，别炸啦！好啊，我当时啊，我当时就行啦，好、哦，当时要叫，好、哦。哎呀，我准备等你报啦，好啦，别炸啦。哦，我存在后面啊，再让车别去啦。好啦好啦，你跟领导好，好啦。卖讲话，啊！这必须还是别到领导啊！到嘞，到嘞，这接不了，放关下好不？没啦，没麻烦啦。一般来说，计程车司机的技术都算不错，但是你知道，凡事都有例外吗？阿东，你有用无？啊啦，我停车车了。那你炸得对唔对？你白买了，该炸啦。安尼啊。嗯。阿伯安尼，食饭无我吃下面。哎，真的呢。哦，真正够你弄着啊呢！阿亮啊，除了天顶飞啦，还得是为我，
路上只要车动的拢拢过啊啦。哎，司机，你可不可以开快点？这边没有车，我赶个时间哈，不好意思。司机，你可以开再快一点吗？偶尔，阿亮也想吃个槟榔，但你敢卖给他吗？有一次阿亮失踪了，直到第二天早上，大家才发现阿亮的车子跌落到路旁的水沟里，阿亮被困在车子一整夜出不来，幸运的只受轻伤。那讲这车哦，会落在水沟里底啊？这唔讲医生啦，这讲水啦，你看呢？咱拢顶悬看啦，本来四个门口会开一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要水沟内底啊，安尼也开袂起，安尼也开袂起，这边嘛是开袂开呢。本来啊，是会使讲把窗仔门安尼夹落来吼，走出来啦。要死唔死啊？大家窗仔门拢弄到密密麻麻啊，啊，安尼啦，玻璃啦，要再夹落来，周围都冒气啊，夹袂落来啊，安尼就安尼，你来看，吊到这阵，会知安怎吊？好像可以。